像 Barry 也是说是完这个。哇！好吧，太有意思了。这样，我之前是看到过，可以看之前好像在我们的监狱中，我是用娜塔莉亚看见好像是墙上好像有一些红色东西，但是我以为它是在墙的另外一边，看来应该是这个虫子没有错。这个真是太好玩了，可能是 miss 了一些，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之后的东西应该是不会 miss 了。响尾蛇。这个锁应该是能直接。刚才 Barry 说了，他说的是 Ouroboros，Ouroboros 应该 Ouroboros，我不太清楚，我记不清了，Ouroboros 是它的单数，还是说 Ouroboros 就是它的一个名字的结尾加了一个 S，我是不太清楚。总之是五代中我们的Whisker 最后，你是活人死人，啊就是死人。总之是五代最后呢，Whisker 给自己等于是注射的那个东西。还有整个五代中，整个像非洲的一些土著民，他们都被感染的，都是那个病毒，算是。总之是游戏有交代，可能是就是为了把这些东西给联想起来吧。哎，《逃亡者笔记》以俄文写成。其实他比较像恶魔本人啊。之前我们在 Mora 跟 Claire 篇结尾处也是介绍了一个，之前一直是通过这个手镯跟我们对话的，好像叫他叫 Overseer，翻译成什么不好意思，我没有看，我等于是我看的是我是听的是他的，因为当时我在注意听他的英文的原版，我没有看。不过 Overseer 就是一直都通过这个手镯跟我们对话的那个，应该这个女人啊。我猜应该是指的之前那封信上指的应该就是他，好像是他是来到了这个，应该是他来到了这个岛上，可能是把这个岛给统治了或者是什么。那边是有一个，对，这是什么东西？燃烧瓶。像我比较好奇的是，There's something ahead. 我知 Be 道，careful. 好像扔不了多远啊。有些游戏呢，有游戏扔板砖可以把敌人是吸引走啊，但是目前这两只敌人好像是，他们应该是直接是在面朝我们方向，我估计是没有这个希望了。炸弹瓶跟燃烧瓶。我们直接扔燃烧瓶吧，好像没有反应啊！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只怪，好像是弱点部位在头部。好像是我没有扔，好像是没有扔对啊。像这边是哪里呢？我不太清楚啊，我总之我是不想 miss 什么东西，所以说我们在这边来看一看吧。
换上我们的娜塔莉亚。哇，好像你也可以拿着这个东西啊。这有什么用吗？这是可以钻过去，好像是可以钻过去啊。这样应该是开不开，我们等于是我们需要是钻过去，等于是帮着 Barry 从那边把门开开。你倒是开开啊。应该是没有什么了，这边应该算是我猜，就是一个类似于隐藏区域的东西。刚才我们要是大意的话，估计就直接 miss 了。但是没有发现一些类似于幼虫式的东西。这个幼虫我也是比较，我是很好奇啊，因为目前我是中文版不太清楚，这个英文会是原文是什么，我是不太清楚能不能联想到一些，比如说四代中的寄生虫，它是不是？四代中寄生虫的那么一个单词，还是说就是它是跟 Ouroboros 有关？酒精满了，这是为什么呢？又满了，我们先调和一下吧。空瓶加酒精，空瓶加火药粉。好像燃烧瓶可能是对这个敌人的攻击力可能是比较高，或者说敌人更弱火一些。我们造一个燃烧瓶。这边好像是可以下下，但是下去之前呢，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是可以进去的。一个手枪子弹，止血带。好，这边可以升级啊！快速装填等级加一。这边的，我觉得给手枪装吧。首先，它的子弹比较低，所以说装填的，哎，什么情况？我好像给替换下来了。它弹药量比较低啊，所以说可能装填起来次数更多一些。这边的 Magnum 我觉得没有必要给它上装填，因为基本上可以看我们是没有不怎么会获得它的弹药啊。另外呢，我想把这两个换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换到四吧。这样更加符合我的习惯一些。应该是没有 miss 什么东西吧？来看一下，好像是没有啊。这样我们继续前进。我不太清楚大家想什么，总之。说前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总之，这个地方我一看，感觉就是有点像 BOSS 战，这么空开阔的一个空旷的场地，而且那边那个木头，我猜可能会到时候会要用到，等于是射击，然后把 BOSS 压死之类的。好奇怪啊！但目前没有敌人啊，可能是需要触发。我们先在这附近随便逛一圈吧。我觉得要是跑到那边好像可以走啊。我猜要是往那个前面，比如说这个木头底下跑，可能会触发剧情什么的。但目前这里有一个人啊，啊，有两个人。转身啊，这样娜塔莉亚赶紧回来。
赶紧回来。Just stay there. 来，让他挡在这里。我们先把这个敌人暗杀掉。这敌人还是很难打的，就算是打他弱点的话，也是没有反应吗？应该是死了。像这边门后好像是还有一个敌人。希望不要转身，不要转身，谢谢。这应该都是打光了，我们这现在换回娜塔莉亚，直接去看一下这个房间里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物品。我觉得这个游戏的目前这么一个设定啊，我是挺，起码从我个人来讲，我是比较喜欢吧。就是一个哎，拜瑞奇战斗，然后娜塔莉亚是进行探索。什么声音？但是拜瑞人呢？在那边。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啊。那边可以看，远处是有一个红色东西，我猜应该是。这个虫子，我不太清楚啊，是可以看见吗？就是只是拿他俩可以看见 ，Barry 看不见，还是说刚才 Barry 也是可以看见，但是只不过我是眼拙看，没有看到，是电源没了。好像是不能上房啊。哎，里面有东西，再换一块新的板砖。不太清楚换板砖有没有什么用。这样这边可以看，它写的是没有能量了，是没有能量了，是没有电源了。哎，大家看，我觉得娜塔莉亚好可爱啊。直接是用手指。哇！这样我怎么觉得有点像五代中会不会直接出来一个腐男之类的？去把这门直接是给……我天！我天哪！好像是右脚。不好，快跑，快跑，快跑！好，人很多啊，我考虑直接上燃烧瓶了。这是炸弹瓶啊？怎么？这个人有两个弱点吗？还是说后面人的弱点跟前面人的弱点是重合了？像这边是等于是人，哎，你看这里有东西，是一共就这么多人吗？里面有一个黄色的东西啊，不太清楚是干什么的，我觉得很可疑。又一个燃烧瓶给我们的 Barry。 好像是敌人啊，这样弱点在脑袋。哎，怎么又换成左轮了？这个我没有换啊，好像是 AI 它自己就换，我是非常不喜欢这个。
完全是没有必要换 AI， 这应该是 AI 自己换的吗？还是说我刚才不小心摁，这是板砖吗？哦，是板砖啊。刚才是我 AI 自己换的，还是我不小心自己误操作换出来的？我是不太清楚。总之是没有想用，算是浪费了些。这应该是一个捷径吧？我猜应该是一个捷径啊。Barry， 请你开灯。哎 ，Barry， 你看这边有东西。这样我应该是明白了，应该是我们先去调查这个门，然后把这边的电源开开，然后再去这边把这个，我猜这应该是就是刚才贝尔说是好像利用这些木头把这个门直接撞开，然后正好是走反了，我应该没有太大关系，这边应该不会再刷新新的敌人了吧，应该是没有了。但是目前的背景音乐也是一直在，好像是提示一个战斗音乐似的，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原因。哇！嗯，我知道那边有人啊，这是。我们的 BGM 一直在响的一个原因吗？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杀掉。好像它过来了。好像那边还有人啊！哇，怎么才妙？他们。嗯。看一下弱点，在我不太清楚把他们都杀掉有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呢，我也就都杀了。嗯，冲锋枪子弹貌似比较多啊。有声音，我猜可能现在又是进入了一个，哎，难道有 QTE 吗？好像没有啊，刚才我是超级的紧张，我以为又像四代或者说是五代好像也有吧，六代也有啊，天哪，最恶心就是四代了，四代 QTE 真的是手残，老摁不过去。好，这回是没有。刚才我猜可能就是进入了一个游戏，又是有点类似于之前我呢也是跟克莱尔跟 Mora， 但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去不停的去杀这些会无限刷新的敌人。找到其他路线。哦，妈，是绕了一大圈啊，确实是，直接绕到这边来了。像这边的这个涂鸦倒是没了，但是我估计呢，假如说我们之前在摩尔篇要是没有去把那边的，就那边那个牌子啊，叫塔徽章嘛，没有把那个打掉的话，估计我们在这回用 Barry 再回来的时候，还是有机会再打的。
这边有东西可以拿吗？好像没有啊。好像什么人都没有。貌似没有获得新的升级部件，不对。其实呢，之前我是比较在意啊，因为之前我是直接利用 Mora， 直接是在这边是按了，就直接是触发了剧情。我们人是没有出去，不太清楚当时我要是出去的话，好像是出不去啊。不太清楚当时是可不可以出去，当时要是出去的话，可不可以有一些隐藏东西什么的。Moira was trying to get to that tower when I was with her. I need you to take me there. Can you do that? But if we've been infected with something... Is this the place? Was it? Don't be scared. So, you finally came. I Motherfucking island!这样三个女人一个 Barry 达成记录，刚才有获得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没有看清楚，就直接是完成第一章。哎，这样死了一次啊，我是很完全是很无语，直接是被那个火焰喷射器，我感觉是完全没有走过去啊，结果就是莫名其妙被烧死了，不过无所谓了。这样幸亏啊，我现在只能是说幸亏我是把整个游戏算是留到了它的所有章节都发售后我才开始玩，要不然以刚才这个结局来讲，直接是娜塔莉亚告诉莫尔已经死了，我真的是有点不能接受。不过这个剧情我是非常的期待，非常有意思，可以看应该是我们克莱尔跟莫瑞尔他们两个篇章应该是从可能是我们打应该是过去的东西可能是来介绍，然后我们的 Baron 等于是像刚才剧情提到是六个月之后等于是可能是过来是去救他的女儿跟克莱尔两个人，娜塔莉亚可能是就是类似于两个剧情线之间一个连线吧。这个剧情我还是非常的期待的。这样我们看一下勋章，在拘留所的控制区未激发子弹，用砖块打击敌人15次，好像是一些徽章，我不太清楚获得这些徽章会获得有什么奖励吗？我是不太清楚啊。
无所谓了，我们继续。哎，技能收听好像获得了8000多，我们看一下。之前我是想了一下，我是比较想获得这边的蹲伏这个1500，然后想花4000块钱呢去获得这边闪避的有效距离，可以看是能增加最后增加到200啊。我是觉得我是比较依赖于回避距离的，说的卡顿有点跟怪物猎人一样，这边像是一个回避性能，这边是回避距离啊。虽然说可能游戏不一样，生化危机中我觉得要是能增加回避距离的话还是比较有用的。我是可能算是我五代打的比较多吧，五代也是玩了很多啊。五代中可以说我是非常依赖于它这个一个紧急回避的一个超长的一个回避距离，能躲开很多怪物的一些攻击啊。当然是现在 Revelation 可能是毕竟游戏概念不一样，这个可能更接近于一些就是有点类似于就是生存向的。当然六代呢，刚才我说的是六代还是五代，可能是有点口误啊。总之是六代游戏更加偏向于动作向，所以说六代中人物的回避距离非常的长。我希望能把这个加上去，其他东西我觉得呢，目前想加的是不太对啊，我真想加什么来的。好，这边是变更武器后火药提升攻击力啊，当时我觉得哎，这个好像是不错的样子，但是呢我现在觉得太增加操作的就是难度啊太大了，所以说我觉得暂时先不升那个。但是我想把这边这个蹲伏时候的火力想提升，想好像升不了了，这样估计就暂时我们还升吗？110 130 150，把这个升上去吧。因为这边写的是投掷武器啊，投掷武器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些燃烧弹呀、手榴弹之类的，本身威力就比较大，所以说这边提升再提升20%攻击力的收益应该是很好。我估计我会主要提升这边蹲伏的，就是蹲着的时候可以增加攻击力，然后再把这两个升满，其他东西我们之后再考虑，就基本上是我之后的一些升级的计划吧。可以闪避取消任何动作，不无所谓了。那么这期我估计就到这儿了，是相当喜欢，这样我们之后见。